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欧拉。好，这是来玩红蝶的竹华双剑版本。对，双剑一定要来玩一下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敌方阵容介绍一下，祭司三个，调香师、医生、先知、咒术师、哭泣小丑，还有一个盲女。好，盲女，是不是应该先来针对一下盲女啊？但是盲女在哪里？茫茫大海，如何找盲女？找不到，必须靠运气，是不是？哎，这边有个主机耶，看一下。哇哦！哎，她真的是盲女哎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好，你小心哦，你小心哦，埋伏，帅！好，这集的闪光点就在这里了，应该是接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闪光点了吧？好，然后跟我搭档这次是鱼女，对，鱼女感觉好像不太行啊，目前都没打到任何一下，而且我也没看到任何水渊受伤。哎，有啦，哭泣小丑，在针对哭泣小丑是不是？好，先把盲女给放倒。倒倒，好，抓到盲女了。不过鱼女目前还没有开春，一下都没打到，现在换追医生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浪费那么多时间换追，其实也是，好吧，提早下判断也是可以的。对，好，先抓地下室，不过没什么意义，因为祭司有两个，所以呢可以透过通道来救人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过没关系啦。好，这个手感呢，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，对，我个人觉得还可以。然后挡视角的部分其实也没有，对，攻击形态挡视角的部分其实是很少的，几乎是很少的，对。好，那之前买那个不是之前抽到那个小雨伞的亘古双星，我觉得有一点挡视角是真的，不知道能不能调整它的透明度，如果可以换的话，那应该是比较好一点。好，这是祭司，虽然说追祭司没错啦，但是我应该回防一下盲女的，我应该不想深追他。好，我回防了。回防，果然被救掉了。好，然后呢？上来了吗？哎，上来一个先知，躲在这里，我都看到了。哦，这个策略不错哦，靠用躲的。然后想说都已经被救走了，但是并没有。我看清楚一切好不好？而且记忆是刚刚要做的通道，是不是？好，先抓起来。洞打在哪里？这里。好，先弄掉盲女。如果是能够先飞的话，应该是对于整个破译的进度会减缓许多啦，我觉得。好，先知要来救吗？哦，给你哦。好，盲女死定了，看我怎么弄死你。好，蝴蝶放歪了，糟糕。好，直接从下面堵就好了。你死定了，我来啦，耶！好。总算医生倒了，是不是？医生终于倒了，是不是？追了这么久，天哪、啊！猫女都要飞了，医生才刚倒而已。我们这个鱼女不行啊，鱼女可能是有点麻烦。鱼女如果玩得不好的话，这局可能会输。这局真的会输，不会输太快了。好，招了个高，飞向宇宙。好，这边有谁？哦，哭泣小丑刚刚盲女追的，没放倒的，就换我来放倒你啦。好，先来一下。哦，直接用火箭喷我，但是有意义吗？我可是红蝶、欸。人家人跑去哪里了？我在这里。好，挥刀。闪光点蛮多的哦，原本以为之前就是闪光点的极限的，但现在似乎天外有天。哎，鱼女你到底在干嘛？鱼女，站多一点，我们要赢啊，至少平局好不好？好，哎，哎，哭泣小丑嘞，跑去哪了？算了，先买东西好了。好，是该买下强力剂了。这是谁？祭司吗？会会你。有香水，反应速度很快。好，是刚刚的祭司。刚刚的祭司，我来会会你。哎呦，哎呦，可恶，被压板了。好，目前破击剩一台了，情况对我们非常之不利啊，超级不利。好，可以。OK。最后一台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破译掉。我希望不要太快。回马枪啊，没回到马。哎、欸，
这还没打到，可以了。哦，一堆水渊呢，是不是绕个大圈圈呢、啊？哎，跑去哪了？好，在那里没跟丢。我感觉好像快破亿完了。按这个时间看来的话，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只飞到一个，能够去破亿的人真的太多了，随随便便都有几个去破亿，是不是？哎，如何是好？破亿掉了吗？并没有，那还是有点机会的啦。说实在的，是不是不要妄自菲薄？人数众多，请求协助是吗？看一下，好，火速支援这边吗？有一个操场通道的这边吗？哎，进去的是谁啊？赶过去挥下。哦，是哭泣小丑哎、欸。啊，破亿掉了啦！好，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。我觉得这局真的不太妙，除非有奇迹出现，好不好？但奇迹总是会出现的吗？不见得，看人品。没有啦，我觉得他们的破亿的节奏真的太快了，所以加上另一个监管不行，所以你就知道等等分数应该会差蛮多的。各位看就知道有没有在做事情，其实结尾就知道，看分数，分数骗不了人的，是不是？好，这鱼女好像不太会玩吧？如果是我的话，应该是会好一些些啦。对，不敢说一定会玩得非常好，但至少应该是会比较好一点点啦。我是不是谦虚了？好，祭司你死定啦！死定！哎呦，死定！哎呦，很灵活哎、欸，很灵活哎、欸，他的筋骨很好，很软。好，我过不去，我被卡住了。好，但是我们鱼女抓到调香师了。鱼女现在的短期目标是放飞一个人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把它设定短期目标就是放飞一个人，如果能够达到的话，就蛮厉害的。好，祭司倒了。调香师先把他抓起来。其实是这样子的啦，你不能因为对方是日本人，然后觉得说对方很强或很弱，其实不一定。有些日本人真的是蛮强的，有些日本人真的蛮弱，跟台湾一样。对，亚洲区也是很多。韩国人的话，普遍都是我遇到的话也是很极端，强的也很强，弱的也很弱。对，所以其实都均等的啦，好不好？好，估计小丑再放一个来。可恶，地窖开了。好，最后可以再捞到两个，肯定是先抓哭泣，再来一个吗？调香师再捞一下，但是这个距离他会跳进去了，可恶，跳走了，搏命没办法。好，医生在这里，我飞到另外一边去了，再来一下让你跳。好，宙斯还有机会，宙斯，鱼女你在这边干嘛？这里不需要你啊，鱼女。我要去找人啊。好吧，好吧，我觉得我应该觉得这局可能会输了，这局认命了，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。宙斯有太多路径可以逃跑了，是不是？除了地窖之外，大门也有可能逃跑，大门应该开了吧？开了，果然是开了。我的 Podcast 新节目 Open Mind 呢，已经全新上线了，有空可以去点击收听一下。那么下期见咯，拜。Thank you.